这个是 DTP 的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条，这个是 C11 的，这里就你看没有那个条，这是 7P 的，然后我们再看 8P 的。所以说，它的区别就在于有 DTP 的，它不用跳轴板。啊，它这个区分方法一样的，在这里可以看到。那我再现在放大，好，这里有一个条，这个呢，这里就看空空的，除了这个黄色条纹上面就没有。OK，背面都是一样的吧？一样的。你看。背面这里你都看不出来，OK，这种就是我们做好的这种换盖板的屏，这个是 XR 吗？这是11，这 iPhone 11，换盖板的啊。然后我们这种自己独特的这种包装。一大箱大概就是120个，那这我们是用这个手机打开手电筒，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OK，这样外观已经是非常亮的了。OK，现在我们开始用专业的测试盒来测。OK，对，这是几个不同的色彩转换，然后测触摸。画一圈，它很连续，OK，对，OK，你看这个包装盒啊，看懂的老板可以入手，赚钱的机会来了，看懂的可以，产品品质绝对没问题，绝对 OK。欢迎来下样品订单来试测试，做长久生意的。这个呢就是核武器了，看一看。啊，这都是这样的，这都是要马上发货的。老铁们、老板们，这个屏看懂的可以看一下啊。外观，刚才那个性能已经测试了，在另外一个视频中，到时候，然后随便扔啊，然后这就是盒子，兄弟们能看明白这现在干嘛吗？这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的。回头讲啊，现在你们准备找一个方式。从这一个细节就看出我的服务。继续啊！家用的，真的是家用的哦，好用啊。然后有些国家是不能打黄胶带的，是吧？有些国家是可以打黄胶带，有些不能打。下面。是有个转盘的，好，转盘就开始了。
钱呢，我们都做服务的，也不会说是为了省这一点。四个角，哦，八个角嘛。因为游客我们是走海运的，所以我们会再加这层。先固定一下，打得漂漂亮亮的。这一面也打得漂漂亮亮的。第三层，基本成功了，好，可以，完美。
好了，等会在上面再写上卖头就可以了，然后交客户仓库。